均巧论调，均啊，金字旁，从这里过来，往右上提点，从这里回来，一竖，一二三出去，在这里撇，有点斜度，但是没有那么斜啊，上去均两点，好。巧，一个弓上去，记得跟着上去，但是这个分开一下下会比较好。站稳了再往旁边弯，巧刃人部下来，然后呢可以这样写：上去，往上提，下来回收回来，接稳。好，调。上去点一横一竖，再唱过来。好，这个调呢，跟均就差那么一画啊，上去一点过去。好，四分隶属四，有时候四不需要写那一撇啊，我们再写一撇可以啊。那一个，上去。出去，好，短的再拉长一点，好，上去往左边靠长一点，好，一二三四拉长，其实不能太长啊，四分拉长短一点，往。左边弯靠中间来，四分隶属隶，一竖稍微短一点，好，这样过来往右边斜度，属双人部啊，点点撇长点。然后呢，靠右，靠左，往上，再空口，免得当它的重心往右飘啊。好，并接加妙，并，左点撇，好，往上，直的，可以这样写，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这样过来，并，接点在这里，直的下来，往旁边出去。拉过来，直的，按过来，然后呢接到这里来，直，然后往上提，下来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好，加人字旁，拉长，上面下来，好，从这里一、二、三，稳住，妙。女字谱从这里过来，往上挑，直的下来一个小点，可以直接从这里画到这里来，往上提，轻提，然后画下来，并且加妙。